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前面有讲到脱衣自援，所以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的那个这个反斜线理论上应该要把它改成两个反斜线，应该才是比较正确的。之前早期旧的版本会出现错误，不过今天这个好像没有这个错误了。所以如果你的路径，假如说你可能还有低点底下呢还有个目录，目录底下还有目录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变很多个哦。OK， 比如说我假设我把那个我的 member， 因为我现在是放低碟了比较没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放在比如说你这个路径假如是放多一层的话，多放哪里呢？比如说我把它放在下载底下这边，我看看这个路径，或者是其他桌面路径，桌面的。诸如此类的假设了，或者是说我把它这个先放在多一层我把它放在拍成这个路径底下多一层 OK 然后它就会多一个这个的点上面一下，它低点底下这个路径。那如果说你多一个路径恐怕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出错的，那变成你的这个是在这个低点底下的这个的下方，所以斜线两个 OK 哈。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应该可能会出错，比如我把它搬到这个底下多一个目录嘛，执行看一下旧的版本会出错，新的版本 3.6 以前的版本如果你没有把它改两个它会出错，但现在好像15又 OK 了，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如果有发生错误的话那怎么解决，记得就是把它改成两个 OK 了，脱衣自援部分因为可能它因为新的版本有把这个问题改掉OK 这个也 OK 那如果没有没关系第二个问题说，如果我没有 encoding， 假设啦我如果用没有加刚刚 encoding 的话，如果把它执行的话它会不会成功呢？它会出错，它会跟你讲说什么 Unicode Decode L， 有没有？如果你发现呢他跟你讲这一行的话，而且跟你讲 CP9 你就刚刚的 NSI 了那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方呢要加上什么 encoding 就 OK 了。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 不想加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方法，要不就怎么样，你就把这一个另存新档一下，把编码方式改 ANSI 存档就 OK 了，那你后面 encoding 就不用这两个方法反正你就选其中一个然后其他的话就 readline， 然后并且把这些资料呢一个一个把它全部读取出来，那这样应该就 OK 了那一到那个50的这个资料就全部输出了那除了说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print 其实这个是把 print 本身的那一个换行，它因为 print 本身会有个换行，前面讲过如果你不想用把那个去掉的话，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怎么样把每一个有没有每一行后面都会有一个换行嘛那个换行我刚刚讲过就反斜线 N 嘛。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不要把 print 本身那个换行拿掉的话，你可以拿掉它每一行后面的这一个，那拿掉的方法整个要另外再记一个，我好像在讲义里面是写点什么点 sweep， sweep 的意思是说帮我把这个字串前后只要出现的这个字字源都帮我拿掉。sweep 的话意思是说帮我把只要前后有出现换行符号的话就帮我把它 sweep 掉，就是把它怎么样把它删掉的意思。OK 这个方法的话意思不是 print 的那个换行拿掉，而是什么，而是把那个我们串列里面的换行拿掉。OK， 那这样的话执行应该结果也是跟这个一样，我把它执行一下理论上应该 OK， 有没有也是 OK， 不过差别是说一个是刚刚是把 print 本身的换行拿掉现在是把这个字串里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OK 那最后的话后面我还有两个变化题啦一个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希望只取前10个会员，第一个问题怎么样只取前10个，这应该比较简单嘛，
子。啊，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只要取姓名跟手机就好，两个栏位，因为目前的话有编号到手机总共五个栏位。哎，如果我今天希望哈，只要保留姓名跟手机就好，其他不要出现。好，所以两个，第一个，哎，我怎么样？加第一个比较简单，第一个我只要帮我输出的话，输出这样就好。到第十个会员，第十个，所以哈，应该改哪里呢？这个吧，对不对哈 ？Range， 哎，有没有 Range？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把全部都输出。那如果说我只要输出到这里的话，应该是把它改多少呢？零、一、二、三，一到十，应该这个第十刚好它刚好也是编号十，所以这边把它改多少？应该是改零、一、二，因为包含它的栏位名称嘛，这个零啊，这个一。啊，到这个应该就是编号十嘛，所以编号十要有，十一就不能有，所以呢，应该在哪边停下来呢？十一嘛，所以这边应该是十一 ，OK， 哎，这个来应该没问题吧？哈，这个可能要蛮熟悉的，因为未来哈，我们输出不是全部，哎，前十个 ，OK， 好，第一个问题解决，如果我只要前十个。第二个问题是我只要手机姓名跟手机，哎，姓名跟手机，那问题来了，我要怎么刚刚好？所以第一个你要把它切开来，有没有？还切开来，前面有讲过嘛，就是 strip 嘛，对不对哈？切开来之后的话呢，只要它的切开来之后呢，它编号就会给它，所以啊，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给那个 Python strip， 它就帮你切开来。然后会给个编号，这是第零个编号，第一个编号，二三四，那我只要第一个编号跟第四个编号就好，所以我要怎么刚好？哎，留下手姓名跟手机，接下来的话呢，哈，我们就改一下，改哪里呢？第二个哈，哎，就是把什么呢？把这边动一点手脚，那也就是 list 这边哈，我先怎么把它切开来，所以。我们在 print 之前哦，先不要直接 print， 我们就是先把什么呢？把那个前面先打一个 list 2好了哈。我的习惯是第一次就 list 1嘛，那第二次就 list 2，第二次如果还有再切就 list 3，点什么呢？点 strip 啊不split，OK 啊 OK， 字不要拼错就好。刮胡双引号逗点哎。请你帮我把它切开来，所以它这边就切一个，切开来，然后呢就放哪里呢？放在 list 2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 list 2里面长什么样。你可以再把，如果你不太了解 print， 就是那个 list 2里面的东西啊，你可以把它 print 出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print， 它这边讲 list。还是字拼错了啊，不对不对，这个应该在这边哦，要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刮胡，第几个字把它切，因为如果你整个给他，哎，难怪他说他找不到这个东西，因为在应该是里面的文字 OK 哦，所以特别是这边要把第几个文字哦，把它切割再丢到第十二执行一下切割 ，OK， 好，你会发现哦，它就切了。所以切开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哦，它这边就一个个帮你切开来，一个、两个、三个。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只需要什么，它里面的零一、一跟四就好了。哎，一跟四，那其实很简单，我就怎么样，在一跟四的话，我就这边第一个 ，OK，print、okay, 第一个有没有？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一个逗点好了，也许我这边串一个逗点，然后呢再串接什么呢？再串接第四个，这边改成四 ，OK， 好，这样的话，所以我把它 split， 把原来里面呢总共它有一堆，那我就怎么样？先把它切割到 list 2里面去，只留下它里面的第二个跟第五个 ，OK， 要把它 print 出来。
不过呢，可能会还是一样的问题，它的那个第四个本身怎么样，还是有换啊，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再把这个后面的那个把它 sweep 掉 ，sweep 什么呢？它后面的那个反斜线 n 就是换行部分，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 sweep 掉的话，它又会多一个换行。我们来试一下，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了。姓名的部分跟手机部分，好，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哈。那理论上如果成功的话呢，那应该看到的结果就会长这样，就是只有十个会员，那十个会员里面呢，我只要两个栏位，哦，结果就长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吧哈。因为特别重要，因为以后Python蛮多地方哦都会类似这样用，就是串列里面再切割串列，串列里面再切割串列，哦，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哈。来画面再切还给各位哈，试一下哈，就是把刚刚读取到 Python 里面的资料，只取前十个会员，第一个，第二个呢，只取两个栏位，就是姓名跟手机就好。OK， 试一下哈。